爷，我上次不小心输给你，我不服，我今天专门来挑战你。那是不小心吗？有这样就会有这样，我告诉你。大头炮，来上吧。大马跳，别太狂了，我继续上吧。吃大狙，吃大炮。来，我看你咋吃。看啥看呀？来，静坐。哎呦，我挺兵制马，还不按着。来，平炮。来，那东西嘛，常规的按住。我今天一定要抱住。你是后手。哎，推炮。那只要先手走上才行了，你这走过后手，你更不行。我重兵起来当头上马，三斤左右我就再冲，再冲，继续来。这气就来了嘛？咋了？不香吗？平炮打狙，往那跑。上这个，这就拼过来了。来上马，来重兵，那都是。来重兵给你吃。重兵给我吃了，你看我先上个马嘛，先把你重兵先给你瞄住。我飞下，来呗。那吃几个对吧？几个马子给他揪住。把这个再给你揪住，对。哎呀，人家上马了。来，我上马。上马再蹬马，上马推马，跑跟着大。不，来。哎，骑兵呢？他打死狙呢，知道吗？他有骑兵呢。后走就是的。小可我进炮继续打，走吧。进炮，来吧！我干啥来了？还能打兵啊？咋了？哎，我先给他镇住，镇住，这算是镇住了吧？能镇住吗？镇住吗？啊，进去！啊，这镇住了。进去，压马去了。对，上是倒着，这边他就别抢了，他攻这个呢，是吧？来，现在兵给你吃了吧？还有几个了？哎，平局有大象了，不吃。你给你上还少，不吃不吃，哎呀，大马，他啥气都没有。哦，打的时候再上象吗？不吃不吃，一点都不吃。来，平炮，咋办？看打象咋办？那，哎，那靠你了。这吃走，才有死。他走到这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呢。哎，这怎么着了？双兵下去嘛，来了，这平炮就弄死了。双兵下去弄死吗？弄不死，哎呀，平炮，你看人家都不吃你炮，不理你。来。做啥能干个啥？就问他，打个一枪又能干啥？来，我现在出去。现在出去。压马了，压马了。哎呦，压马打死了。我送给你一个。哎呀，人家不理你。哦，僵死了现在。他敢不理？来吃。他能出来了吗？好，你吃。对。说的。出来了吗？这个龙皇厉害的很了。哎呀。送给他一个。气质一脚。他吃了一个了吗？对不对？我被吃了一个马吗？然后再送给他一个将军。将军他讲起来，他出来就对嘛，他就出不来，没用，啥用都没有。我推炮，咋办？你推炮啊，抽了，他没抽头，他抽啥呢？他自己抽自己来，他抽，他还抽啥呢？他，来我平炮，这回还想抽我中弓，就中炮呢是吧？看着我的中炮，哦，中炮看着别人抽了，还想抽我中炮？马抽掉了，哎。哪？我的蚂蚁炮抽掉了，他抽啥呢？他我继续将你咋办？这是将我就下来了吗？咋了？哎，马给你打了，那你要跑？哎呀，那没事，打了就打了。马也给你吃了，打了打。还有啥？吃，踩掉。上马斗去，不管。哎，他上去了。哦，踩马踩。踩了，哎呀，踩马踩巨舒服，对不对？两个马都丢了，大爷还有啥了你？退局吃马。我进来。啥气都没有，他露个三花手。等一阵，来拱卒。嗯，赶快退去吃马。吃了，他走，他的走。哦，三花手。现在人家上来了，哎。三花手了。我上马，咋办？等。三花手了。等。哎，上这一了吧？三花手。对，行。哦，一出将就三把手。那算了，多中破了咋办了？平局。出将。不管他。他这都退回去了，这个也得回去。我就攻将军，上来下上，哎，下上，不上，这叫不上。嗯，哎，来，对，这就好起了，对，进兵啊，一步两步三步，他就赢了。我四把手哥哥都能，对不对？对，四把手。来，我上马，上马也干啥呢？还啊，退军呢？来。别吃了，哎呀，没事。平坐，他有哪个都不敢动。是，冲气他就完蛋了。四把手好，这四把手、三把手搞不住，搞四把手他可不啥的。我退炮，你咋办？下不去了，他急了，来，我吃卡他。得对决了，那个人就。我吃炮。来，进去。啊，吃炮！你看他也吃炮了，哎呀，四打掉。
哎呀，那四大家抛吃掉嘛，那局就不能动。我就搁那，他说啥呢？我乒乓咋办？敢吃我，对不对？这吃掉不？这小兵都削掉我，这个再过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随便行了，随便行了。平局。完了，吃掉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兵丢了，哎，主要是兵丢了，哎呀，丢了，哎，兵给你吃了。你看，那么好的兵丢了，吃了个笑。敢吃吗？我咋不敢吃啊？对决了，来对决，敢对吗？你看，哎呀，还挺起来不敢对，我那不是局，你那是吃局局还为了喝。吃四大吊，香吃了，四大吊，香吃了，四大吊我妈吃掉，香吃了，哎，四大吊妈吃掉，哎呀妈，我吃那个跟我不行，哎，拼桌，听你木兰的，赶快吃香，你现在少子了，我多兵了。这叫个手指了，还多一个兵能干啥？来，我上吧。兵兵就多的就实着的。哎呀，来不给，输掉了。卡我这个呢，对不对？能给你给吗？我继续上吧。继续上你干啥呢？我看一下，我又干啥呢？那婆婆做啥来着呢？人起来了还吗？人起来了。进来吧，要不然让他叫呢，是吧？嗯。上吧，我错了，当主他做啥呢？还举别起来他就啥？将军，我错一枪了，没举没用没用，我一那么大个炮呢，当他就行了，干啥呢？还将军了又哎呀！我再讲，当主，当主了吗？对不对？你说了，你退回去，退回去啊！我退满咋办？我那个兵过不去了，我过这个，进兵队，进兵，我想过这个了，我过去把这个交跟来。想的挺美的，再进再进，咋了？他那破玉就用不上吗？我继续上吧，走吧。哎，来了去了，进那个，进那个，进那个，哎呀，这是刚才那管住的没过去，这回过。来，我上市。上市对。再进。哎呀，这苹果嘞，再次就歪了。完了完了，来突炮，打我去了，上的是不是？打你炮，打啥惹他打？不是，几头大炮，那这打我的兵到位了吗？几头打？来。我平常来，哎，不行，直接吃了，直接吃了，不能这，这样砍，哎呀，这样，咋了？上一点就前去后掉，全给他吃掉了。吃，将军，你看到他该吃吧？再叫，哎，咋吃？哎，这个是熬去，这东西那吃中进不来，人家我反正人家又来了。来，进去咋办？吃我香呢，是不是？才香，才香。哎呀，才香丢了。哎，我说呢，将军他之后呢，将军。走不掉，哎、走不了、啊、我就想着叫他打掉的，他走不掉啊！哎呀，这个其实他上来上来，那几次吧，这是找了几次？哎，再起来把他这个他吃。来，两个象都丢了，大爷，你还有啥了？哎呀，我还有啥呢？哎、吃兵了。退。对，兵不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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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退去咋办？还想吃我破了是吧？哎，我再退卡嘛，又做啥的呢？又拱你了，他又拱你了。那我再进卡嘛，咋了呢？这肯定走着。嗯，我老咱能做啥呢？你说的。你还有啥？肯定对了，这个鸡巴难受的吧？这个别丢了，这个将军。哎，行。阿宝，这兵给他吃掉。兵去了，吃掉去。保命要紧。来，兵也吃。小兵该吃吃吃吃吃。对，这只串串子给他吃住。他走啥呢？哎，我进去啊，咋办？少太多了，拱这个，来，少太多了，这个都把狙对了，是不是就合了？这次能合吗？狙对了就合了，大清双是吗？狙对了，我咋合不掉啊？我只要把狙对了，我继续工作，合那个什么，对不对？我想办法把狙给自己要是对了，你看着他才能赢掉。什么？嗯，对上了再说。就吃呢，你还干啥呢？还回马了，将军。咋办？下马咋办？下马做啥呢？石又丢了，两个石掉嘛？哎呀，马吃不起来呀！哦，有这是不叫石掉嘛？哦，对，马给吃了。哎呀，拱死了！哎，吃不成了，哦，将军上不来了。